the government.整个湖北省的 A 级景区都是免费的，通过网上预约的形式就可以来参观。国庆和中秋都在一块儿，假期很长，那么很多客人的话呢，除了我们湖北省内的，还有省外的一些客人，像我们邻省江西省以及湖南，远的有上海、北京以及乃至东北的这边的客人都会来到这边来参观。这次来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假期嘛，然后让陪家里人一起回到武汉转一转，而且就是武汉现在整体的情况跟前面比是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善了，而且疫情是已经完全控制住了。